对于看牙医可能都会有点怕怕的，但是全台湾第一家德威口腔牙科医院会翻转你的印象，甚至会让你爱上看牙医哦。俗话说牙痛不是病，痛起来要人命，可见牙齿的问题对我们相当重要。全台湾第一家拥有国际水准的德威口腔牙科医院，整合了十个牙医专科，针对各种牙科患者，以台大、长庚、北医的医护团队，从抽血检验到例行检查，配合国际级开刀房、 VIP 专属病房，让患者得到最好的高端照顾。德威创立到现在大概有快40年了哈，快四年。那我们在内湖捷运港前站设立全台湾目前第一家，而且是唯一一家的口腔医院。它最主要的竞争优势大概有几点。第一个，德威在全台湾各地都有院所，而且在海外，在马来西亚、在日本都有院所。第二个，这个口腔医院引进全世界最先进的科技跟技术。德威有植牙中心、矫正中心、颚颜面中心、精准呼吸中止治疗中心跟美容牙医中心，可以处理跟解决跟牙齿有关的任何问题。专业、幽默又有耐心的创办人陈医师说，许多国家的牙医诊所除了设备不足之外，还有很多的等待时间。德威也相当欢迎国外人士前来台湾，享受台湾高品质的医疗水准服务。口腔医院离松山机场捷运站很近，它只要两站就可以直接到这个医院来，所以它在整个那个观光医疗这一块是很有发展，而且它位在台北，病人看完之后，如果想要在台北做一个简单的 CT tour， 事实上是也没有问题的。我想那个这家医院在整个全球是整个全世界，基本上它有竞争力，欢迎全世界这个需要看有看牙需求的人，他可以到这个地方来。以病患为优先，全天候用心的照顾是德威口腔医院的医疗服务宗旨，而且医院就在台北捷运文湖线港前站门口，交通相当方便。种种软硬体的优势，让德威口腔牙科医院成为台湾医疗之光。记者陈文旭、李佳晶台北报道。